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每周日的时代漫谈的华语节目啊。首先呢，祝大家圣诞快乐啊！我是澳洲悉尼的张小刚啊，今天又是来我来主持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现在已经在场的几位嘉宾先介绍一下哈啊，第一位呢是这个台湾政治大学的李友潭教授。啊，李教授跟各位观众打个招呼。主持人好，大家好。啊，然后第二位呢是这个中国大陆背景的啊，现在正在这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崇义教授。冯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主持人好，大家圣诞快乐。好，第三位呢是这个。原来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啊，现在也是澳洲的这个住在澳洲的啊，这个苏诗莹老师啊，这个苏大姐，请跟大家打个招呼。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各位观众、各位嘉宾啊，这个2022年呢已经到了尾声，那么2023年呢只有一个星期之遥了。那么今天呢是2022年的圣诞节啊，昨天晚上呢是平安夜啊。其实，全世界来讲呢，也还有好多地方现在还在平安夜啊，比如说这个夏威夷啊，这个中途岛啊，阿留申这个啊，阿留申群岛啊，还有这个法属波西尼波利西维西亚哈、啊，这个都还是在这个圣诞夜。那么平安夜还在平安夜。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哈，现在这个时候呢，全世界哈有些地方还并不平安，比如说在乌克兰，俄罗斯的这个炮火还正在向着乌克兰轰炸啊，对，好像这前两天好像是这个俄罗斯的前总统和前这个总理哈，刚刚去访问中国哈，还据说带去了这个普京的亲笔信，但是他也透露了说他们确实打得不顺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啊，这个泽连斯基呢也访问了美国啊，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注他在美国跟拜登总统见面，也在国会发表了这个讲话。现在这个我看微信上很多人在传啊，但是也很多人正在关心这个事情。那么在中国大陆哈，武汉病毒仍然在肆虐，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情况也相当严重啊，这个。据我所知，哈，就光讲最后就是刚刚过去这一周，有很多的这个名人去世的消息，哈，包括这个我所知道的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画家，在广州的一个画家，我本身也认识的，就是叫汤晓明，哈，刚刚去世。那么还有这个广州的这个原来的一个市长，90多岁了，也刚刚去世，哈。还有这个赵丹的女儿啊，赵丹在中国大陆待遇都非常清楚。她的女儿是一个著名的这个舞蹈演员赵青，也是在这一周里边去世啊。还有呢，一直在鼓吹这个用这个双黄连口服液治疗新冠的这个中科院的院士蒋华良啊，还有好多还什么足球运动员37岁啊，这个还有一个著名的专门唱红色京剧的一个这个。一个青年京剧演员39岁啊，所以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严重。那么在香港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现在在这个国安法之后啊，香港国安法之后，对艺人是进行秋后算账式的这种判刑啊，包括黎智英啊，包括周星驰等等，都刚刚被判刑。那么在台湾呢，大家也看到，好像中共对台湾的这种认知作战。这个选举的干预啊，以及这个武力威胁仍然在继续。总之呢，在过去过去一年里发生很多很多的重大的事情，影响了我们过去在这一年中的这个生活，影响了我们今天的这种感受和担忧，而且呢，还正在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2023年的走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哈，给我们讲述在过去一年发生的过去一年发生的种种事情的这种观察、感受和分析。那么首先请这个李友潭老师哈，这个李教授，您来分析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和这分析。好，谢谢。这几年哈，
很多地方都流行喜欢为一年下来测字啊，不管中国、日本哈，那台湾 也有些人开始在猜说今年要，我说表达说今年要给什么字，好，甚至于外国他们也有这种概念哈，就是今年要用什么字来形容。我个人哈选的字是颠覆的覆啊，覆水难收，颠覆的覆啊。那覆呢是多义字，也有翻转的意思。好，这是我选择的今年这个用覆来代表了。那这个覆呢，我们先从普丁侵略乌克兰说起。普丁不可一世哈，担任总统完干总理，总理完干总统，又要修宪，又要连任，然后呢自认为他要再造苏联帝国的伟大荣光，伟大光荣早期他担任总理还有代总统的时候，那时候他自认为平定车臣有功，然后后来他又不断的比如说克里米亚、乌东对乌克兰不断的进逼，然后每次都得手这一次他也以为攻入乌克兰三天一个礼拜最多三个月一定要将乌克兰拿下来。起初呢西方甚至于提供给泽连斯基说，我们帮你准备好了，如果你要逃亡的话我们用飞机帮你送出来。没想到本来是演当总统的真实总统带来的是令我们再次怀念雷根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一个曾经因为演总统而出名的现任总统在全世界混沌的全世界让大家跌破眼镜，从力抗俄罗斯的入侵到这几天到美国国会演讲接受也跟拜登总统见面勾肩搭背那么他提的说这不是给美国提供给俄罗斯的提供给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种武器还有各种的这种援助，这不是施舍而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的语言他的表达颠覆了大家想象之外，原来一个这样一个演员总统可以表现得这么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到习近平，习近平不可一世的一定要连任第三任那么他刚开始也本来也想说他跟普京配合普京侵略乌克兰，那习近平伺机而动侵略台湾。没想到当乌克兰力抗强敌，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原来中立的国家都还想加入欧盟，然后呢美国也力挺以后习近平还是认为自己比普京厉害，他还可以长袖善舞到各地去撒钱，到各地去耀武扬威，甚至于他整个在十一月前他将主力放在内部斗争，然后呢在二十大的时候他在世人面前公演一个表演一个让前任总书记狼狈离开会场那种不可一世的政治权力这种秀。但是没想到虽然他不在乎四通桥事件可以马上把他压下来，但他没想到当他意气风发还去到阿拉伯去要长袖善舞要去发挥他力量来对抗美国的时候，他祸起萧墙，白纸运动第一次在六四以后，甚至于他六四以后或者说这几年来这几十年来公然提出来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这种公民社会运动，的虽然是公民社会运动，公民抗命，或者说这种反抗运动，他已经位阶提高到革命的状况，就是不尽然是要用武力，但是至少是希望体制变更，希望变更政权的性质，希望用选票来选择他们统治者他们不要永远不下台的政党，永远不下台的领袖。所以呢再加上疫情放开以后整个翻转，这几天从中国大陆那边不断流出来了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简单的说了这几天我也不断的从各种管道，包括澳洲的学者离开台湾的时候跟我说的那个他的家乡宁波那边疫情，昨天我跟王丹见面，我们昨天晚上是曾静源的社团主持的，我们在寒冬送暖，我们在有一些人一起写明信片给写明信片给大陆的受刑者，我们昨天是写给七位。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那边我听到包括王丹讲的多少个院士过世啦，内部听到了北京已经疫情多严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用沪这个字眼呢来代表今年非常恰当。那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本来去年拜登总统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灰头土脸，那么我们也以为说川普不释出了川普用英雄主义的英雄的角色直接打出对抗中共用那个贸易战对抗中共的这种角色呢非常突出，那很多人还认为说拜登很像打瞌睡一样或者说已经老年痴呆症了，没想到他四次提出来力挺台湾，然后呢本来还有人认为说因为疫情原因死了100多万人，这次选举民主党会一败涂地，但是没想到根本是没有大翻转，所以民主党这个对抗领导拜登领导美国来对抗中共的崛起方面现在越打越出色越有干劲，尤其是这个晶片法案然后呢现在那种国防授权法招招直指中共的要害。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沪这个字也很恰当，也是一种翻转，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呢最后我们来看到台湾，去年四项公投12月的四项公投民进党压倒性的整个那个气势都起来，所以他们想要延续去年那个这个公投的气势呢来打这次选战，然后也推出了陈时中代表民进党打台北市选战，然后没想到一个大滑铁卢下来民进党向台北市只获得30几%的选票那个整个 总票数400多万票，比起蔡英文当选总统的时候817万少掉了300多万选票，也就是中间选民呢要么没有投给民进党，要么就不出来投票，所以呢台湾呢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选战检讨多少原因，其实最关键原因还是认知战成功，也就是共产党中共越来越精明，他长期部署台湾，包括汪洋将台湾的主要媒体负责人召集去北京摸头，那现在呢这些媒体都在发挥角色，那不仅是选举前选举后连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厂都可以操弄成去台化，然后去台化不成还讲说至少是说落台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这是我今年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用沪这个字来形容，那这个字如果我们再来展望明年以后机会的话，搞不好这个沪还可以继续发挥效用，最大的效用就期待中共真的可能会倒台，天翻地覆的变化。好，谢谢。好谢谢李老师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刚刚呢又有一位嘉宾上来了，这个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央大学的曾教元教授，曾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刚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哎，不好意思打完到了。这个刚才这个李老师呢用一个赋啊，覆水覆水难收啊，或者是这个颠覆的覆啊，这个来形容这个过去的一年啊。那么就过去一年，其实在这个中国大陆呢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事件啊，刚才这个李老师也都谈到了哈，包括这个今年年初冬奥会的时候，这个普京跟这个习近平啊定了这个这个所谓合作无上限哈，这我有时候说他是无耻无下限啊，这个然后结果呢后来呢就接着就发生了俄乌战争，然后呢中国大陆这个疫情呢一直啊又从几乎从年初开始了啊，就上海开始就一直搞着这个这个严防死守的清零政策，而且非常坚持，而且呢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次生灾难啊，所以全世界也都在关注着，然后直到后来这个乌鲁木齐发生的这个火灾事件，由于封控好多人逃不出来，最后包括很多儿童啊都在火灾中丧生，这个又引发了刚才李老师也提到的这个很多的民众上街白纸运动，直接喊出了打倒这个共产党下台啊，这个习近平下台。那么在台海呢也很多关注的事情，就是包括这个美国的议长啊这个到这个台湾访问，那么也引起中共的这个叫嚣要打台湾的，就是说是飞机降落就是打就是解放台湾之时的这种称呼这种叫嚣啊。但是呢俄乌战争的情况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影响了这个中共的一些决心啊，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这个态势呢好像有所这个反而升级不降低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这个是冯从义老师哈，冯从义老师吧，你是在大陆的大陆背景的，就您怎么看哈这个过去一年里边，这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还有香港的这些局势啊，你有没有像这个李老师这样，能够用一个什么东西，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或者来什么来形容过去一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没想过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但是。我受那个李老师提拔启发，我顺着他的话来说，但是我在有点质疑的意思了，因为他颠覆他为什么找福不找颠，我想找颠会更好。这个岁末临头，这个我是希望，首先我把这个我为什么这样想，我是希望这个颠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在明年，把福建干掉，把习近平干掉，把这个克梅内伊干掉，这个革命就是真正这个天翻地覆明年发生。今年应该是放在颠这里头，我想为什么颠，其实从临头到岁末，临头就是这个刚才有谭兄也谈过，就是二月份普京俄国非常癫狂的侵略乌克兰，造成这么大的灾难，但是遇到乌克兰的这个非常勇敢英雄的抵抗，但是整个是还没有取胜嘛，还没有把它打出去，所以现在还属于癫狂状态，还狂轰滥炸，就是这个从这个二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尾就是这个北京病毒，现在已经要关注这个时态，你们要看，已经从武汉病毒发展为北京病毒。这个概念是当我们上回谈这个白纸革命之后，信息还没那么完整，现在的信息比较完整的出来了，就是这一次的北京病毒，就是北京的这个疫情的爆发，在白纸革命之前。不是说他因为白纸革命然后这个取消封控然后才爆发，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失控，只不过是他非常困难。为什么我现在要讲北京病毒，因为他重复武汉病毒的所有动作隐瞒疫情，现在也不
向世界公布究竟这个病毒什么回事，有什么新变化，因为他现在按照刚才大家讲的，那么多人死，那么多严重，起码说不完全是我们世界所其他地方所经历的奥密克戎。奥密克戎没那么严重，没死那么多人，他至少有一部分的病毒肯定不是奥密克戎。所以这个但是他对全世界隐瞒，而且在爆发之前就隐瞒。我现在要回过头来讲，可能是要接受白纸革命， 还提供一个下台阶，说你们要求放开我放开，然后就导致这个疫情大爆发。但是应该做另外一个判断，习近平这个混蛋，他如果能够压得住这个动态清零，他不会放开，就其实他已经压不住了，已经失败了。所以这个借这个白纸革命顺水推舟，然后现在甚至于把这个疫情的爆发扣在这个革命者的头上，是你们要求放开的，然后就是让你们受血。所以这个要有这个新的认知。所以我宁可把这个2022年当成钉，就是这个毒，首先是专制之毒，习近平和这个普京合谋要一起灭掉民主自由的乌克兰，从8月份开始，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就是现在的11月，整个新的一轮病毒现在已经掩盖整个中国大地，现在北京几乎是全部中招，就是我知道的所有朋友出来就好像无一幸免，现在在上海也非常严重，甚至于在我的海南岛家乡，在我的老家，在那这个已经到穷村僻野里头，都已经乡下已经一大堆了，包括我老家的几个镇几个医院，现在全部那个医护人员都是70%-80%中招，所以这个非常厉害的，因为他现在是从北京引发出来，然后他并没有停止那个交通，就是那个这个铁路照常运转，飞机上运转，但是现在像北京、上海已经变成死城，就是躺平，没有街上谁都不没法出来，或者是很多机关、很多机构关门，包括我的徒弟，我就是现在在北京这个国安在监禁的，现在差不多4年了，现在已经连续3个月又没有给领馆探视，已经停止，就是他已经关门，就是这个北京国安的看守所不对外营业，不接受任何人律师什么什么领馆探视，全部关闭，一笔钱还可以用这个视频来去探视，现在已经3个月关闭了。也就是说在那之前，在11月之前，就是上回是9月份，10月、11月、12月3个月都中断了，连视频探访探视都不允许，就是相当严重的，从官方里头他们内部是清清楚楚的，包括这个医护人员，作为这个卫健委的专家，但是为了党国独裁政权，这个毒他封锁，跟当时武汉一模一样，而且这个封锁是我刚刚还跟吃饭之后跟他太太讲，就这个封锁恐怖到什么地方，就是他不仅仅是这个官员政府，这个习近平从上而下下令来封，而下面这些医护人员、医生、保健人员，为了爱国，为了保护这个政权，认同这个政权，为了民族主义，他自动的封，他们自己也没有凑出来，就是谁要凑出来，还是像当时的李文亮一样，当成是你是叛国贼，你是卖国贼，你把我们的国家机密透露出去，他主动的跟这个国家合作，就是上下就是朝野之间的合谋，所以我说这个癫狂。毒还是说这个毒才这个政权的毒，还有这个生物上的病毒，我是希望这个2022年把他说的更严重一点，就希望2023年，我如果没有机会谈的话，就是真正颠覆，把这个都颠覆掉，
把这个污泥浊水这些混蛋全部给清，有机会把他们都清理掉，就让人类有一个新的生机，有个新的发展的起点。我先讲这么多。好，谢谢冯老师，确实这个就是我要补充，有机会等会再补充可以讲，就是对对，应该有时间。就是我说2023年的起点，现在已经埋下伏笔，就是两场革命，一个是这个就是阿米尼在九月中旬在伊朗，他被这个道德警察把他在关闭时间弄死了，现在这个伊朗有这个头捐国这个投降国革命，他们现在还在继续。那么中国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乌鲁木齐之火引起这个白纸革命，现在属于潜伏状态，但是他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就是刚才这个有谭总讲过的，他就喊出了要习近平下海，国长下海，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目前这个希望到2023年。重新回来，重新出发，重新汇集，那是应该讲是明年的事儿。谢谢，确实哈。其实我在这几天也在这个微信上看到了有人在评论，就说的这个普京做的事情哈，他说是这个等于是西方把这个俄罗斯的崩溃托付给这个普京。那我后边也加了一句，我说CCP 哈 ，CCP 可能把他的崩溃、自己的崩溃托付给了这个习近平，因为确实看到他的做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包括就是说前面坚持清零，搞出这么多灾难，然后现在呢，虽然可能这个刚才冯老师也讲了，他可能会把这个他的现在的开放，造成的这些恶果呢，然后再屎盆的栽到这个白纸革命里头，但是可以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看国内的很多人都在说。他这次开放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啊，清零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让大家所有人去做这个核酸，去做什么？现在呢，一下开放以后没有药品，没有药品，药什么都没有什么啊，这个完全没有做好任何的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起码在相当一部分原来啊，包括这次白纸革命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的一批小粉红，现在开始觉醒了，开始对共产党有这个质疑了。所以呢。这个确实很可能现在也成为一个契机，就是说他在走向崩溃，在走向这个颠覆。这个我现在看这个曾老师哈、啊，您是从您的角度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或者说世界啊，包括台湾香港，还有这种就是说在过去一年里边的发生的事情啊，你有什么都可以总结。对，就您的观察，你可以用什么来总结这个过去年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应该是我可能会变这个字，或者是机机会机转的这个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今年国际间或者是中国大陆两岸之间台湾内部我们所自身的这个环境它其实经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的这个形势来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使得这个新冷战的这个形势呢那么骤然了就是逼零然后呢，虽然这个在这个战争呢，目前来讲是在欧洲在进行可是呢，在世界人们的心里或者民主国家都开始因为这个战争的爆发而有所体认这个新冷战或者是对于专制国家的这个围堵进一步呢怎么样来演变这个让这个全球的秩序能够重整那这个普世价值或者是文明的价值能够重整这个我想这个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很觉醒，所以这整个国际的这个形势那在经济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
从他加入这个全球化全球贸易秩序之后那么对于全球自由经济体系的一种强大的破坏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像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整个产业链关系的这个重整重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像我们全球这个进入到这个资讯高科技的这个时代知识经济的这个时代关键的这些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以美国包括这个很多民主国家台湾那么都在对中国在这方面呢开始进行这个开始建立强大的一个这个防卫网那也希望也期待了这个通过这个产业链的重组能够让这个一方面让这个民主国家间的这种经济的整合能够更能够更进一步的这个顺畅那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对于中国或者俄罗斯这个独裁国家利用这个全球自由贸易那么这个变成它的一个这个成长的这个养分那么从根那么拔起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支撑中国共产党它的政治正当性非常重要的一块这个民族主义加上它的经济成长或者经济发展主义那么现在其实都这个在经济的部分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未来必定看坏那所以呢这也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它这个政权存续那么我觉得在未来它也面临很大的考验那再来呢从白纸革命我们也可以看到基于人心思变这个新生的这一代呢他可能过去就是说已经没有上一代的人当年六四镇压的那种余悸犹存的那种感受所以呢新一代的这些青年人大学生他们等于说经过了30年一代以后呢就重新再出来那这一代呢这个对于这个电子集权的政权的这个全面的一种风控不是只有这个他的行动包括这个他的隐私个人隐私的这个领域思想良心的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一代呢不怕实名制他也要站出来发出他的声音那所以呢这个从过去恐惧这个实名监控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呢敢于面对而且是集体的这个世代的一种集体的行动那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变化的契机所以人心思变那当然两岸关系那么也这个在这个在今年因为俄乌战争所以两岸的这种战争的一种这个战云可以说战云密布那现在到岁末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空军这个扰台的这个行为事实上也其实也更加密集虽然这个年底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结束了最近也非常的密集那当然这个也反映了可能他像内部这个担心失控也担心外部的这种这个外部的这些力量呢来对中国现在他所坐落的这个国际秩序呢产生削弱或骚扰的这种行为那么所以呢他要利用这种这个扰台或者是在南海的这东海台湾海峡的这些
这个空中和海上的啊这些军事行动啊，包括台湾海峡的这个最近也在举行的演习啊，可以说这个是这个装腔作势啊，设定内任啊，那么这反映的就是说啊，他非常担心啊这个形势啊的这个失控啊，这个内外夹攻啊，里应外合啊，那。所以呢，这个两岸关系啊，或者台海的形势呢，事实上在变啊，也是在变化。另外一方面呢是啊，台湾的内部啊，台湾内部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合一的选举之后啊，那个国民党啊，可以说重新啊这个主导了台湾的地方的政治啊。那民进党呢啊，现在只剩下几个县市，集中在南部啊。那以陈其迈啊。可以说是这个南霸天啊。那陈其迈呢，其实我们在台湾所讲的这个五年级生啊，他是1960年代的啊，这个政治人物。所以呢，新的一代的啊，这个地方诸侯啊，就是这个以陈其迈为首的啊，这么接下来呢，必然呢啊，会啊对今后的台湾的政局啊，他会这一代这个时代会上来啊。那这个是什么时代呢？其实对应的这个啊，中国大陆呢，其实就是啊，这个啊，天安门一带啊，跟这个台湾的野百合时代啊，其实呢，几乎是同步的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是曾经经历过专制啊，但是呢，对于啊这个民主自由高度的一种啊这个向往啊，然后呢有坚定的信念啊，而且呢在当年啊这个这个六四啊的时候呢啊，曾经啊这个当时两岸啊这个还心手相连过啊，有这样的一种经验，所以这个时代呢是对于啊就是说这个我相信呢、必然就是说对于怎么除了守护台湾民主之外啊，对于啊怎么样去这个改变啊两岸关系，改变中国啊，那么他有他的一种过去的一种历史的情怀。那是值得期待的啊，这个啊未来的这个台湾的政治世代。那么再来呢啊，虽然国民党啊在地方选举当中啊赢得这个多数啊，那可是呢这个当然也啊对于明年啊还有后年的这个整个台湾政局的形势啊会产生这个相当重大的影响。它影响会反映在哪里呢啊，最重要的话当然是两岸关系啊，那这个现在国民党呢在挑战啊民进党啊的这个两岸政策。那么那民进党呢在蔡英文领导之下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他其实是对于两岸关系呢啊，他是对于中共啊的对民进党态度的缓和是有所期待的啊。所以呢在一些重大的意义上面呢，其实我的感觉啊，我的判断啊，是蔡英文政府呢并不敢啊，这个去正面的去去表达啊。那其实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这个两岸关系当中有指标的事件或指标人物啊，比如说达赖喇嘛啊来台湾啊进行这个医疗啊这个的问题啊，不谈到政治，就达赖喇嘛现在年事已高，台湾的医疗呢啊在全球在亚洲啊，可以说是这个对于这个达赖喇嘛啊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复健啊是最有帮助的地方啊，台湾可以在这个方面啊可以有所发挥啊，或者这种人道的这种关怀，但是蔡英文政府在过去七年呢、在这边都没有从来没有任何的表态啊，那所以呢这显示什么？就是说他其实对于两岸关系啊其实对中国还有一点错误期待，可是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国民党呢现在啊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面对民党有很多的批评啊，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政府呢有错误的期待，可是在重要的价值上面呢又让人感到这个非常的犹豫比如说在那个政治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难民的相关的这议题上面啊，所以呢这个可以说首鼠两端呢 种种情况之下呢，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明年的这个政治的挑战啊？那么延续他的政权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啊，
现在是新的这个现在副总统啊赖清德上来了啊，赖清德被认为是啊他是这个他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啊主义者啊，但是我要指出来就是说啊，那么赖清德呢，在这些重大的一些价值问题上面啊，他其实在过去啊担任立法委员啊或者是台南市长的时候啊，他其实是没有回，他是不回避的啊。比如说我他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啊，这个法轮功的啊这个活动呢啊，他其实他都会参与声援啊，会参与法轮功相关的集会啊。那这个很多对那个很多的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呢，他是回避这个事情啊，因为如果他的这个个人呢啊，未来拓展跟中国大陆关系，或者他的这个社会关系当中有跟中国的这个啊，比如台商啊，啊这个啊企业啊，或者各种往来，他会回避，会担心啊政治的风险，会回避掉啊，在一些重大议题的表态。但赖清德不是这样的人啊，他甚至呢，我们也看到他在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到上海访问啊，也正面的啊来谈两岸关系啊，他所坚守的这些价值啊，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呢，在未来啊。在一些两岸关系的这个重整上面啊，民进党政府呢啊，这个最后一年的这个他的这种施政啊，我想这个会把当然为了这个接下来啊该怎么样来布局啊，那个会有更明确的方向。那国民党呢啊，怎么样去啊说服人民啊，他要和美也要和中的这样一种啊路线啊。那这个时候呢啊必然呢啊就是说这个他要取得啊这个中共啊某些方面的一种支持，才能够让人民相信啊国民党啊的这个领导啊能够让两岸关系啊维持啊这个和平。所以呢我也认为说这个接下来啊这一年呢啊这个两党呢都会在这个两岸关系当中啊或者台湾所坐落的国际关系当中呢，会各显神通啊，所以呢，接下来的这种变化呢，啊，也是啊值得去关心啊，或值得去期待啊。那所以呢，我想就是说，这个这一年啊，对台湾人来讲，很多人来讲很闷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这个两岸关系的这种低档，另外呢啊，俄乌关系俄乌战争呢、啊。所产生的这个对这个全球人民啊或台湾人民的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啊，那这个但是呢现在台湾即将要解封啊，那接下来这一年呢至少对于我们对台湾来讲，就是说他国境解封以后呢这个国际间的交流啊会恢复啊，这个经济活动啊会或者是这个观光旅游啊，这些活动都会恢复啊。像我呢，个人就已经开始安排啊，这个明年的一些行程的啊，其实对明年呢充满了期待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是这一年呢，虽然是我们历经了很多的挑战啊，产生了很多形势的变化啊，但是这个都为了未来的这个环境、未来世界格局呢。的这个转变呢，其实埋下了很多的契机啊。那这个契机呢，就有待于这个我们这个能够洞悉啊，洞烛机先呢 啊。那么对于各这个各国政府啊，或者是两岸这个的意见领袖能够共同来提点来提醒我们在未来一年共同要努力的方向那我相信呢在一种新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好这个正确的历史方向，那我相信呢中共的政权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再有机会继续延续下去，它必定要有所变化，那么才不会这个可能面临断崖式的这个崩溃的这种危险那中国的人民呢也将会有在也许在
在这个疫情啊，这个啊到一告一段落之后呢，啊，那么也相对的会拥有比较多的啊这个自由空间啊，或者公民社会呢啊，在这个白纸运动当中，新的世代啊会把它支撑出来啊架构出来啊，那有一种啊新的这种变化。那么台湾呢，在面对啊这个啊这个疫情啊而延缓的有关于这个两岸关系啊、台港关系啊、这个难民啊、政治庇护、移民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啊，它也要有所啊新的一种思考啊。所以呢，台湾我相信会更加的啊开放啊，那么更加的这个啊坚定的站在啊这个啊。这个爱好自由民主的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大陆的人民、香港人民会站在一起啊！我相信这个变化是可以期待啊。那所以我对于未来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不会悲观的了哈。我就相信，就是俄乌战争一定会告一段落啊。那这个中美的这个目前的这样一种对峙的形势，我想。一定会让这个中共会有所改变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台湾会因为新冷战的形式啊，那么去重演在旧冷战的时期啊，那个作为世界重要的啊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地位呢，会某种程度上会恢复。所以呢，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是在他的国际地位呢，都会有比过去的一段时期就更好的表现啊。所以我想用一个字这个变来概括这个今年以及今年的这种形势以及以变这个字呢来对于未来的这个世界呢来寄予这个厚望啊，谢谢。好啊，谢谢这个曾老师啊。刚才曾老师也讲到这个台湾，就说现在也在疫情中的这个开放啊。但是我其实联想到哈，就是在三年前啊，或者两年多前吧，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起的时候，那么中共呢就是隐瞒疫情。那么其实等到疫情发生之后呢，澳洲是属于反应比较早的，还比较早就是宣布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个中间的这个。交通往来还要进一些限制啊，但是后来实际上，但是尽管是这样，因为中共那边隐瞒疫情，所以实际上这疫情很快在其他国家都发展过来，所以后来澳洲很多船入的包括从英国来的，从这个伊朗来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中国现在大陆的疫情呢，就像刚才这个冯老师也提到的，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光是武汉病毒，现在变成北京病毒了，因为中国又在隐瞒这个。疫情的情况，因为我这几天也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提到说，有人是验出来说他的这个病毒实际上是好像又回到最初的那种那个菌株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出现这个肺部白肺，也是跟刚刚武汉病毒刚刚发生的时候，两年前、三年前啊，刚刚发生的那个情况非常相像。那么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也在开放了，这个澳洲也在开放，台湾也在开放，那么有没有可能又会出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疫情又重新反复到这个世界的情况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是全世界大家有没有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现在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啊，就是现在台湾也在，因为台湾现在中国大陆前段时间一直在波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包括这个武力扰台啊等等，这个军机扰台，那么也包括呢很多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啊，包括政治家，包括什么，就是他们好像也在很多口风在跟大陆的那口风，包括那俄乌战争也很多这个特别这个就深蓝的人，好像就是完全是站在。跟中共同样的视角去看那个俄乌战争的问题。那么在选举的上面哈，在这个中国大陆两岸关系上面也是好像是在哈，就说你这个台湾一抬到要防范，就是要准备保护台湾，就好像在挑战大陆，要好像要挑起战争。那么现在呢，澳洲呢也出现这样情况，就是澳洲特别是刚刚经过大选之后也换了政党，那么新的政党呢
现在好像也在修复跟中国的关系。现在这个外长啊，黄英贤也去访问中国，也在提出来啊，要修复这样关系。那么下台的那个自由党呢，好像也在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改善跟这里的华裔的关系？因为上次好像大选是不是应该这个很多华人没有投这个自由党的选票啊？这个反正这种一些错综复杂的一些现象都在出现。那么现在这个苏大姐哈、啊，苏世英老师，就是您是原来你是一住在澳洲的，也观察到澳洲这几年的、啊、包括疫情的问题，包括跟中共的关系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又回到台湾去看的台湾的选举。那么刚刚又从台湾回到澳洲，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今年这一系列的变化？你用什么来总结呢？好，我分开来啊。我对这个中国在2022年呢。那我一个字，我觉得是惊吓的惊啊，那还没有到惊醒的地步啊。那惊为什么呢？以前呢，我们总是认为啊，起码这个有一批人他会认为就是习近平坏了啊，习近平坏，习近平下台了就没事了。但是我觉得2022年让很多人惊觉，不是一个习近平。这整个共产党，整个共产党它有一个共犯结构。我们就先讲说，你就讲说铁链女事件，我们就发现那不是一个习近平崩坏，它是整个社会共产党的那个结构下面啊崩坏了，没有人敢来负责，查也查不出来，那大家已经结合在一起的共犯结构。那你再讲说郑州水灾吓不吓人啊？也是吓人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那郑州水灾死了那么多人，那也是根本人为疏失，他查得出来吗？也查不出来。整个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他在专制集权之下啊，他整个崩坏掉了。所以你就不用讲说，再到后来你说上海这个封控的时候，他也吓一跳啊，我也不敢相信。我说上海，哎，我以前常常去上海的，很多朋友在那里啊。那很多即使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不断的就传出来，哎呀，你不要听他们那些啊，老是唱衰这个中国的人啊，他们讲的话，你看我们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上海的朋友他没有看大局，他就还是过得很好啊，没有去抢菜啊，不需要啊，那些权贵，那还是有这种声音。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哎，只是少数的人这样。但是你看到后来那上海出现这个封控，到生病，到那个你就说郎咸平的妈妈也过世了，郎咸平是过去我的同事啊。那还有很多的这种死亡的例子出来了以后，大家也惊吓。那你就不要讲说在到现在那清零的时候，那你讲清零的时候，那大家也吓一大跳，哎，习近平真敢，大家都在恢复的时候，他真敢就这么一以贯之，就是要清零，清到底。然后呢，现在呢，又开始突然之间，哎，不清零了，开放了，他却死了这么多啊！那大家也真的是非常惊吓。那我也听到有些人在替这个中共政权在讲话，他说：“你看，哎，清零，坚持清零，你们就骂嘛啊！”那好，那现在就是让你们试试看啊，那个开放怎么样呢？是不是死的更多？我说啊，不能够这样讲。我不管我在澳洲还是在台湾啊，每一个在疫情的时候啊，每一天这个卫福部啊，还有这些一定要每一天开记者会，他的政策是每天在做调整的，不像中国大陆，你们吓人哎，他是怎么样一以贯之啊？哎，习近平觉得要清零啊，全部清零。清零的时候，他还不用去查看实际的民间的状况。那他，所以他政策没有做调整的，突然之间一下开放了。那有没有在随着开放了以后的局势，每天在做政策调整呢？也没有啊，被死，随便你们死好了，死那么多，不断的，难怪有人讲说
那个病毒啊，长眼睛啊，专门死共产党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啊。但是这些话我们都知道，这些都让人家很惊吓，起码让很多人觉得这个不是只有习近平下台就可以解决了。大家发现，哎，惊醒了，整个共产党啊，都得集中来这个下台才有办法啊，不是光一个人。那对台湾呢，我要用另外一个字。我觉得是钝，迟钝的钝啊。那为什么呢？我刚从台湾回到这个，我现在是在墨尔本啊，那就回到澳洲来啊。那在这个月，我回台湾一个月，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人，然后也问了很多事情。我还记得当初我还在那个澳大利亚，还没有回台湾的时候，碰到台海局势，很多人一看到我，马上就讲，他说：“小心啊。”那个中共要打了，要打台湾了啊！那当然，我是说安了，我不是说他不会打，我是说台湾的防卫力量是很强的，我们不是那么怕。但是我还是知道说会打的。但是我回台湾去以后，我真的发现很多人不认为真的会打，都告诉你说。不会啦，不会打啦，那个讲了那么久要打就从来没打过哦。那这种警觉性比我想象中还要真的迟钝，对整个国际局势，我说是那个美军的军情收集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说美军连连做这样的警告啊，是不可轻忽的，但是我觉得普遍很迟钝。然后另外的迟钝呢，民进党政府很迟钝。为什么？你说中共做这么多的认知作战，不断不断的在做认知作战，民进党政府真的那么没有能力去防治吗？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曾建元讲的，他说有些事情啊，就是很慢，步调很慢，反应很慢，绑手绑脚，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啊，要支援香港也不支援，甚至于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要接纳陆配啊，大陆一些反共的这个配偶在台湾，他们也一天到晚在反共在做节目啊，然后批评中共的，他居然要让他们取得台湾籍的话，要叫他们回到中国去放弃中国籍。我说你不是叫他们去送死吗？那为什么不弹性一点呢？你去。考虑一下嘛，这些人确确实实像我这一天到晚在骂中共，我就已经香港我都不敢去了，那何况中国，中国我也不去了。但是我说这些陆配，你要叫他们说你们要做台湾人的话，你就一定要回到中国去放弃国籍。像这些我觉得民进党的迟钝啊，不迟钝啊，没有说真的跟上，就是说这些局势的演变的脚步。那我在讲说我回台湾了以后，我接触很多年轻人，这次九合一是没有出来投票的。那么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个没有认清楚中共的这个险恶？他们是认清楚的，他们是知道的。他们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年轻人要当兵，他们也是知道说没有啦，21世纪的兵根本就不是。你要拿枪去面对面打仗的，不是那样一种，他们清楚，但是民进党政府好像不清楚，所以这些事情他们又解释得很清楚。所以那些年轻人在九合一大选，他讲说，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投票呢？他说地方的吗？这个跟这个中共有什么关的？地方上民进党就不是做得很好嘛。所以我觉得尤其民进党在有一些转型正义啊，还有这些应该政策要更快速因应的地方呢，他没有做得很让大家很满意，很多地方都很失策啊，或者是步调绑手绑脚，老是要迁就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什么，他不敢做。就像刚刚曾院也讲，哎，赖清德当初是啊，他都敢讲他是台独的工作者啊，但是蔡英文时代你看到这些大部分声音都下来了。为什么他也很小心，不愿意去触怒，太触怒中共？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错，但是在某些
比较很清楚的议题上，民进党整个民进党需要再调整的，不要这么迟钝了。尤其啊，像我还是认为台湾还是民主体制还是比中共好的很多很多。台湾的民主体制我没有灰心或是失望，只是希望要更敏锐一点。因为民主体制你就讲九合一很简单嘛，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教训一下民进党嘛，让他 反省一下嘛，这不是坏事啊，总比你专制集权你连反省的机会都没有啊。这就是我的看法，两个这个一个是金一个是笨。好，谢谢。谢谢苏大姐啊，确实讲的不错哈，这个也非常赞同，就是说这个民主体制哈有这个纠正的过程，而这个专制制度它特别难的就是能够纠正，能够转换方向。好了，像我们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现在呢就是我请我们这个每位嘉宾哈，大概每人呢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呢，看看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有什么要回应的。请看那个，请问这个李老师哈，这个李有谭老师，看看你有什么补充或者回应的。我也赞成冯老师讲啊，用电也可以了哈，那电或负呢都可以的。那如果今年是电，那明年我希望负了，负就是共产党两个最大的专制国家能够倾覆了啊，就是普丁战败以后，整个俄罗斯再次解体了，然后中共呢集权专制电被颠覆掉解体了。但是呢我也担心哈，如果我今年用负啊，那明年另外一个概念又出来，就是有没有可能哈，俄罗斯兵败如山倒叫做溃，然后中共也因为白纸运动，因为现在的清零，然后现在疫情无法收拾，然后人民起来反抗以后，整个社会溃了因为很早就有人讲说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是溃啊不崩的社会了，所以呢从负从颠到负到溃到崩啊，那这里面呢我来看整个国际局势是这四个字呢都可以去思考。当然我也赞成刚才不管是建宇所讲的变，或者是苏大姐所讲的两个对待中国跟台湾不同的形容，我都觉得很棒我觉得今天这样用一个字来代表哈，来涵盖，我觉得这个解释问题也很有意思，有时候轻松一点，但又很有意思。谢谢。好，谢谢那个冯老师，你有什么补充呢？讲的更明确点吧，就是说这个颠，我用颠就是说这是灵感吧，临时说来，就颠就是。讲是一个刚好岁末，那是癫狂末日疯狂，就是中俄专制政权的末日疯狂就是包括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和这个习近平现在目前这种要让全国人都要扬一遍，是建筑这个末日疯狂，所以是回到我以前的那个判断，他就是这个回光返照，希望我就希望早点来，我就希望就二三年就是他们的崩，不是溃了，是崩，彻底把它崩掉，也就是你讲那个倾覆，把它就是包括这个苏大姐在讲的金知识，但是是习近平那个惊涛骇浪。把他们彻底的冲垮，就是真正他老讲要以为是想吓唬民众，是真正的进到太浪，把他给翻掉，所以是希望下个礼拜有时间讲为什么我对二三年的期待是有一个进到太浪，把他们冲洗干净，把这个还世界一个清白。好的，也许下个星期我们会谈一谈这个新的一年的这个展望那么现在请这个曾老师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是回应的。这个面对变局其实有眼光的有历史眼光的人士呢要能够这个洞悉这个世事的变化，然后呢要能够因势利导不要让，就是要去要试图去这个主导这个变化的这个方向
不要让这个变局呢啊，它变得混乱啊，然后呢，这个扰乱了这个啊我们这个客观的这个秩序跟我们啊人心的安定啊，所以呢，我希望啊这个我们呢啊以及呢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社会啊或者是国家啊，那么有更多啊对于明年啊这个世界变化啊国家政策啊的这个方向啊有更多这方面的思考啊，然后讨论啊和决策啊，那让这个变化呢在我们的共同的预测跟管理之下啊能够走向我们所乐见啊所期待的方向啊，让世界啊会更加美好。明天会更好，谢谢。啊，谢谢曾老师啊。那么像苏大姐啊，您有什么补充的？那我就预先这个希望2023年，那不管中国还是台湾，都只有一个字，都相同，就叫做惊喜。中国呢可以从今年的惊吓醒过来，惊醒；台湾呢能够从这么迟钝。也惊醒过来，我相信惊醒了就一定找得到方向。好，谢谢。好，谢谢这个苏姐，谢谢几位这个各位嘉宾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哈。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到这里结束。那么喜欢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观众呢，请订阅我们的节目。那么我请各位嘉宾跟这个我们的观众说声再见。好，谢谢，再见。好，再见。